据报道，日本女星石原里美疑似与 IT 企业 Showroom 社长前田裕二分手。该杂志得到前田裕二友人方消息，称前田裕二曾私下透露与石原里美已经分手，而前田也已经搬离与石原里美的爱巢，侧面证实二人关系似已走到尽头。石原里美与社长前田裕二于2018年4月被报道正在交往。同年8月，石原迁入与前田居住的同一栋公寓。在2019年1月，曾传出石原里美与前田裕二正在准备结婚的消息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